神拜见皇上。平心。谢皇上。上兄，老神察，万岁伤势有较好，已经好真济了。若是会当安心养伤下，真紧就会痊愈。皇上，神罪该万死，是皇上如此封印，神却无能平定反起，是谁家受困于此？这上兄，你不必内疚，只要你相信啊，早日安好，朕就放心了。多谢皇上。官叔，哦，万岁！朝廷的救兵，好消息。听老千岁，长安叛兵，不知吉凶如何？万岁，听贤弟那是一位副将，一定会当顺利达成王令。搁再讲，我已经派将。守住四门的，苏宝堂绝对无法杀进城来。万岁，你出来安心养伤啊！官叔，一旦城中一粮草，也会得维持多久呢？也可会当维持半个月。半个月后，苏永祥那是谁？东条的皇帝，只好都爱开城向我苏宝堂投降了。什么代志？有只，我接到界牌关首长王必超的密码传书，伊讲东条太子李治，让伊四顶山为二路万岁，而且带领30万大军来救驾，现在已经来到基盘山了。大哥，如果伊四顶山的大军若是赶来，你就无法度继续围困苏阳城，那安尼，敢毋是就白白失去入宫的机会咯？翠玉，你放心，棋盘山，杜一虎甲杜仙童遐卖，早就已经我来甲伊买收了，而且因的武艺不凡，手下摇罗兵又搁真多，有因遐卖阻挡，哼！我看伊四顶山，着爱苦战一个月，才会当到迄个基盘山。四小姐，你莫看伊要哪开着啦啦啦，小姐的手若去闹着吼。我是会不甘的哦！你这个乌鸦嘴，给我掂掂了。志新吼，你唔通对我这么歹啦！你若唔是讲哦，恁大兄大兄掠阮小妹吼，我嘛袂学会安尼，把你掠来山顶看样。哼！搁再讲吼，但我对你也唔是咧歹啊啦，我掠你来吼。也唔甘把你关到地牢上苦，你想看我对你是无好嘞？讲一句实在啊，你若答应我卖偷走吼，我马上把你抄死啊！你想死啊？你给我开枪！杜一虎，我有关机兵了王啊，我是金鸡玉叶卢洪洪，你将金莲来捆绑。千刀万剐，你做人。
今年小姐倒转啊，袂啊！杜仙童是踮伫鸡冠山，又是伊苏宝同的手下，我必须要爱盼望就伊杜仙童的得逞。伊若果是安尼，啊，不如咱就发兵，甲伊拍起来去山顶，通救小姐倒转来。嘘，真灵地，较细声一点，这件代志唔通叫老夫人知影。我母亲若是知影，我就担当不起啊。虽然是要发兵来讲，是袂用发兵拍上山上。万一伊倒去了，若是情急之下伤到伊金莲的，迄个时阵我怎对得起是我的母亲呢？万岁，唔免担心。杜仙童是伫个我掌中，容易杜一路是唔敢伤害就伊金莲，我必须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。不是别人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做听家金，你落万岁登山的听伯父啊。我今仔日来这，是有一盏两全其美的办法啦。好个啦，听老千说，你毋免讲到遐尼济，嫌我杜仙童看唔着人，我是一番的好意。所有人当作我是干涉，我就认命嘛。认命，哈哈哈哈哈，安尼上好，就表示讲你有承认自家有这段的良缘呐。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恁兄妹本是夏明王杜建德的后代。是安怎，哪会要落草为寇，
如就弃暗投明，来归顺大同。要我这个师大啊，也通我甲你做一个变卖人，将你嫁予四世子，啥款？丁山是林中啊，月亮啊，如此的亮眼，不得来采呀红。啥款啊？啊？真正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听老千说，只要伊若是答应，我就照你的安排嘛。哦，放心放心，你做你放心，我丁山绝对会答应啊。唔答应，我绝对唔答应这结婚书。啊！哈哈，有三个啊！这有三个理由吼，你无娶杜仙童是绝对袂用的啦。是甚物理由呢？第一，为要救回恁小妹金莲啊。啊！若这第二吼，你若娶杜仙童，一杜一后必然会将伊个全线摇路兵来归顺咱东营，咱的大军也好早日赶到苏阳城去救驾。啊！若这个第三个理由嘛，第三理由，好，对了。有道是不孝有三，母孝为大啊！你到甲今嘛都还袂娶，啊，杜仙童的功夫不凡，又搁人生做水啊，甲你正是天生的一对哦。听伯公，不管你安怎样讲，我四丁山，咱是兵了王世子，当堂正西二路万岁，我岂能娶一个山贼婆来做某呢？父亲，气死你啊！听老千岁句句是金玉良言，你哪会唔肯去听从伊呢？无听从伊听老千岁的话，只你爱知影，要收服杜一虎是无遐尼啊正简单。那安尼是要安怎样判苏阳城呢？敢讲你连这个救兵如救火的道理也袂记也是？啊，对，三个啊！
啊，你妈呢？互恁伯公啊，甲你做一个啊变媒人咧。都望听伯公成全，阮先将命就死啊！哈、当爷的人是啊，现在人咧，我派人甲你阿叫啊。去甲杀你来。是，来呀，来呀。无啊，你这个奸细啊，你叫做什么名？这好歹哦，较小心嘞，唔通让大将军的大名给你惊到。哦，安尼哦。我即摆已经坐到真好势，你会使讲啊？听着听。嗯，我是新唐护国公，尽释报子孙，官拜大将军，二路元帅，后队先锋。这是真汉！哎呦，你的名哪会这长？啊，你著规气，干呐讲两句真汉就好啊！啊，你讲啊济是要从啥？哼，我看吼，你敢是伫要来救四金莲的对无？所以吼，嗯，你甲我详细听哦，我是要来做小媒人的，因为恁小妹已经啊。我你啦，拢甲我提起，拢提起。是是是。无你拄只讲阮小妹是安怎？恁小妹已经答应要嫁予阮元帅四顶山。哈、是真实的哦。当然是真的哦，真大呀，从来毋捌讲白话。哈哈哈，哈咧，咱都家己的人啊，你，我爷爷予你坐。我这是什么意思哈、啊？你唔捌？嗯，小媒人就是生来报喜。哦，伊那大媒人哦，就是听老千岁。用尽乡心行俊烈，相敌别手提完名。一拜天地，二拜古董，新人对拜，上立东方。正串，正串。听老千岁啊，你真辛苦吼、哦！啊，哪里哪里，这哪有算什么辛苦啦？要若要讲起较早吼，哦，路通扫白啦，啊，人贵啊，正当也安尼对遐直直做做来到今嘛吼吼吼！我这个媒人唔知已经错偌济啊哦，啊，你都知咧，啊，我这个。听家金一生吼，上界趣味就是甲人做媒人哩的。听老千岁啊，那安尼我就请你来去西厅饮一杯啊媒人酒。啊，这对了，对了，这应该。好好好，夫人请。注意，大家请。大家行行行，来去饮喜酒。老千岁，老千岁，稍等下啦。啥啦啥啦，你敢那直直扭？听老千岁，你唔免先着急要饮喜酒，也阁有人要拜托你做媒人哦。哈，我生理又阁来呀？嗯，哎，是谁啊？你都都我哩。哦，哈哈哈哈。
原来是四元帅的大舅啊，你哦、喔。哎、啊，你是要娶倒一家的小姐啊？都唔是别人，就是哦、喔，四元帅的小妹，四金莲你。哎，我病了。啊，这个又矮又肥，竟然想要娶迄个苗条淑女的四金莲啊！听好千岁啊！啊，这是一件亲上加亲的代志，你就先娶你吗？嘿啦，老千岁啊，啊，你唔是拄只才家己在讲？搁你一世人上兴趣吼，就是替人做媒人，拜托个斗三工一下嘛。好啦，真是安尼啦。啊，我伫咧甲人做媒人吼，我是拢做迄落现成的变媒人啦。伊若是讲哦，即落爱互人骂即款吼，我失陪。我要入来去饮喜酒。嘿，我，你不老千岁啊？老千岁。Yeah.